中国福田区金促局领导张尊仲率团来台，参加深圳福田台湾先进技术项目对接会。其中，镜头会跟着人脸移动的自拍机器人，让自拍不再手持拉杆，新奇有趣。张尊仲表示，深圳是中国一个新兴的城市，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，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发展总量、发展速度都非常大的一个城市，也和台北一样，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。福田是深圳的中心城区，近年来福田区大力发展高品质的综合环境，加快建设一流的国际化中心城区，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。福田聚集了深圳约70%的持牌金融总部、工业设计总部、物流总部，60%的安防企业总部和50%的创投机构总部，培育上百家国内外上市企业，成为深圳市上市企业的孵化基地，并宣称打造深圳湾区的曼哈顿。一日的对接会上，两岸交流热络，现场座无虚席。台湾企业小绿草股份有限公司展示新产品自拍机器人，询问度高。该公司执行长李金康表示，过去的自拍必须要拿出来以后呢，这样拍照，拍照的时候只能够拍到只有人的上半部，可能是脸，所以大家在谈美颜。颜值的条件，但是自拍有一个需要，就当我释放双手的时候，我怎么拍照，这是困难的。经过3年的高阶演算法研发，李金康说，自拍可以离开手拍全身了。这时候我们用那个我们自己写的一个算法，好，使得从那个用手机的镜头看到我们的人脸，好，看到我的动作，从动作当中来判断你是否要拍照。台湾接待单位台湾玉山科技协会监事杨明坤表示，希望用创新、创意、创业、创投四创与福田地区结合成平台，促进双方的经贸交流。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。